点解呢个小朋友喊得咁惨呢？你放佢打死啊！咩啊？讲紧咩啊？咩打死佢啊？你是哪位宝玉那个柜子躲着找找他的妈妈？你怎么把他打死的？哦，原来系讲紧佢呢位四岁嘅小朋友见妈妈谂住打死阿小强，竟然当场崩溃爆喊，闹妈妈唔应该咁做啊！可是我没有把他打死啊！想把我打死啊！我没有打死他啊！有你家用这个人打的。为了小强而爆喊，唔怪得知有网民就话佢系唐伯虎转世啦。小强，小强你点啊？小强，小强你唔好死啊！小强，我同你相依为命、同甘共苦咗咁多年，已经当你系我亲生骨肉咁供书教学，估唔到今日白头人送黑头人啊！小强。